受到大家喜爱的小王子又要出动啦！这一次惊奇快魂摇身一变变成了 3D 跑酷游戏，我们要扮演小王子滚动球，把国王不小心遗失的物品都吸到球上，吸的东西越多，球会变得越大，原本只有一个瓢虫大小的球，一转眼甚至比房子还要大。游戏中也会有不少东西阻挡玩家，像是一碰即死的黑洞，或是撞太多次障碍物的话，国王甚至会对王子打下制裁的铁拳。哎，这年头啊，王子还真是难当呢。